只要气息不下架，这个技巧能带你轻松搞大分。没错，用了这个方法可以藏在创乐园的底下，上面的敌人看得一清二楚，而且不仅这里可以来，很多地方都可以。搞心态，我这个人。进来的方法也很简单，首先我们需要到气息打卡点拿一束花，然后来到有墙面且底部有空间的位置，使用花束后让队友捧花。简单的看他跳完一段舞后，你会发现你们俩都掉下来了。嗨，我又来了。进来后只要你在圈这里，上大分轻轻松松。这老六我真的服了。而且不仅这里可以，泳池楼啥的也可以，还是同样的方法，使用花束后让队友捧花，一段舞蹈后就进来了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试试，说不定七夕就在今天下架。视频最后再说一下，这个有机会获得 iPad 的活动，你们没有试的快去试试吧，说不定这次的游戏经理就是你呢。紧急通知，和平精英上线集卡活动，有机会获得以上奖励。我们在大厅打开活动，点击现实里的集卡活动，先把碎片领了，然后什么也不要管，什么也不要问，下拉到输入框输入南美小子8，注意字母不要选错了，接着再回来看规则，祝你好运。小子牛逼。